各位同学、各位老师、各位中国医药大学每一位同仁，大家好。今年因为新冠肺炎病毒的关系，我们没有办法举行全校性的毕业典礼。不过，我们对毕业生的祝福，秉持着一样的期待以及感恩。各位同学，夏天快到了，桃李芬芳，恭喜各位毕业同学顺利完成学业，今后即将迈入人生一个崭新的阶段，愿你们带着师长的祝福以及叮咛，挥动信心的翅膀，勇敢迎接未来的挑战，追求自己的梦想。我相信，中国医药大学毕业的你们，一定会活出一个多彩多姿、有意义的精彩人生。中国医药大学近年来在蔡昌海董事长以及董事会支持指导之下，加上全校师生共同的努力，我们是一步一脚印的往世界一流大学在迈进。办学绩效以及学术发展实力，我们都获得国内外高等教育评比机构的肯定。我们现在是全台湾名列前茅的好大学，也就是说，各位毕业同学，你们每一位今天大家都是带着荣誉走出去的。我在这里期待所有毕业同学要自我期许，并且珍惜学长姐们共同努力奠定的好名声，为社会、为学校还有家庭担负起更大的责任，发挥所学以回归社会。我相信各位都看过这个日本畅销的国民漫画《哆啦 A 梦》，在漫画里面处处隐藏着如何从逆境中再次站起来的人生哲理。勇敢就是你的竹蜻蜓，自信就是你的任意门。面对未知的将来，要终身学习。不追逐泡沫，做自己人生的哆啦 A 梦，履行你对自己的期望。面对21世纪的挑战，大家要能做好充分的准备，懂得自己掌握人生的方向。在这里，我援引美国 Stanford University 的前校长 John Hennessy 所提出来的处世指引，跟各位大家分享。我鼓励各位毕业同学要具备热情与企图心，勇敢创新，追求卓越，秉持着谦卑、真诚、同理心、勇气与智慧和服务的精神，做比生命更长久的志业。发挥改变世界的力量，留下长远的贡献，让这个世界越来越好。今年的毕业主题2020，念念在这里稍微解释，也同时非常谢谢这个今年的毕业生这么 smart 的提出这个毕业主题。今年正好是2020年，然后各位知道2020这个发音正好是念，所以毕业同学们把这个毕业主题定成2020念念。这个毕业主题契合了2020年年份，同时又带有念念思念的感觉，所以当离歌响起，各位毕业同学，你们该出发了，请在2020年的今天，带着这一份
念念回忆的感觉，迈向你新的人生旅程，看见更高更远的自己，向前迈开步伐，以世界为舞台，不要自我设限，为社会进步、人类的幸福努力，在未来可以互相荣耀。新冠肺炎病毒从今年年初迅速的扩散到全球，疫情的蔓延已经超过了195个国家及地区，确诊病例人数也超过了400多万例的感染。非常不幸的，已经有28余万人因为新冠肺炎病毒而死亡。相较于17年前的 SARS， 这种影响更惊人、更巨大。对世界，这的确是一个极大的危机。可是，对于医药的研究、临床诊断来说，这个危机其实也是一个转机。人类要如何去对抗病毒，有效的抑制疫情，对医药专业大学的毕业学子，也就是各位毕业同学，你们这是一个严苛的考验，我们责无旁贷。各位今天在学校打下更好的基础，那么将来在下一波人类的浩劫来临的时候，你才会有更好的知识实力去面对挑战，也就是所谓的养兵千日，用于一时。我在这里衷心期盼几年之后，在全国许多专业领域崭露头角，领先群伦，卓然有成，成为世界一流的领袖人才，里面有许多许多许多都会是我们中国医药大学的毕业校友，也就是希望你们各位都在里面。今天在这个地方，我衷心感谢各位老师和家长对栽培优秀人才所付出的心力，也祝福每一位毕业同学与您的家长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谢谢各位。